之后，上产线二，加上产线三，因为它其实可以一直不断的串接嘛，就是加完之后呢，可以直接用串接的方法，然后不断把它加了。不过如果说你今天产线一二三，还有四五六，那你别一直串哈。那如果比较快的方法哈，我是建议你可以这样，如果你不要用那个的方式去串接的话，那你可以这样，一样是插入一个三米伏。那我刚刚讲哈，你可以利用那个产线一二三，如果只有三个字不一样的话，哦，那你可以加一个问号，哦，一个问号，问号意思哈，特别重要。不过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资源哦，你要看哦，大概就是像什么三米伏、康米伏，类似像以伏啊、什么什么以伏的那种函数的话，都有资源，而且是在 criteria 里面。那所谓的问号指的是一个字，问号指的是说我不知道说第三个字叫什么，可能是一二三，可能是四五六，最多到九了，到十了哈。如果11的话，那就不 OK。所以如果说你会有11以上的话，哈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换一个，就是用什么？用那个星号。这个星号意思说，哈，反正你开头只要产线两个字，后面不管有几个字的话，那你就用星号。所以这一题，哈，两个方法都可以。你会发现，哦，你用问号，用星号，其实最后的答案呢，都会是这样子。啊，比如说你再把它改成问号，哦，那当然，如果说你后面自己可以改一下啦。如果说你有产线11、产线12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呢，你也只能用星号，你不能用问号，因为用问号的话呢，只会有一个字。OK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第一个有关那个三米伏的延伸性的应用哈。那第二个的话，请一样开启这个在数学函数里面哈，先开那个011的，好了哈。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，我想这一题应该跟刚刚那个蛮像的。那会有两个啦，苗栗和宜兰。哦，如果你要判断的话，哦，这个地方呢，只能做两次啦，因为苗栗，那你可以看到哈，在那个地区的讯息里面，它有苗栗开头的，也有宜兰开头的。那我其实我要抓的是苗栗开头和宜兰开头，OK，那这个地方哈，当然做的方式啊，其实跟前面有点类似，不过哈，这个地方当然哈，你如果用问号，这个用三米伏，范围的话就是地区，criteria 的话哈，就是苗栗，不过苗栗跟宜兰这个地方没办法一起做，因为这 criteria 它不支援那个偶额。和 and 哈，OK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用苗栗回来之后的话哈，特别重要，因为它这个总共有几个字呢？后面哈可能会有四个字，所以哈你那几个方法啦，你用四个问号了。不过我觉得这里哈四个问号倒不如干脆用一个星号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sum range 的话就是加总，好，加完就按确定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苗栗先做出来，苗栗的人哎。再把公式点一下，放这边。好，那在宜兰的哈，宜兰部分的话，如果要再把它加上去的话，记得就是在后面哦，加上什么？加上苗栗的部分，所以加上那个宜兰的部分哦，苗栗的后面，它其实可以把这个公式再 Ctrl V 哈，然后把这个地呢改成叫宜兰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后面就串接宜兰的，OK，那把它打勾，两个县市的职工人数哈，就全部都算完了，OK，利用那个 SUMIF 的方式啊，可以针对你要的条件去做加总，那这个地方哈。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啊，就是那个星号跟问号哦。因为如果你不懂得星号跟问号，很多地方变成呢，你可能要多做很多的那个串接哈，才有办法把结果给做出来哦。那这个是有关苗栗和宜兰的这个哈职工人数问题。那这一题做完之后哈。我特别说，这三米伏，其实这个就星号哈，
再来还有一题是不，这一题当然相对的哈，又会稍微比前面的题目哈，又来的稍微困难一些，因为这一题的话哈，基本上它要什么，前后三名工资总额，也就是说呢，这边总共有9位员工，那我要加的是，帮我把薪资在前三名跟后三名的，帮我加在一起。哎，前后三名，那这里当然会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哈，我怎么知道前三名是哪三名，后三名又是哪后三名？所以这里啊，你可能需要多学两个函数啊，就是最高的或最大的，好，怎么去统计啊，然后最低的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哈，你可以前三、后三，然后排序吧，哈，由大到小，由小到大，OK，那这里的话，哈。可能就需要用什么？用到那个两个函数，由大到小，由小到大哈，你可以用那个 large 跟 small，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？它的位置是在那个统计里面的位置，它统计的这个类别里面。large 的话呢，哈，其实主要是算。我们它会两个参数哈，那第一个就是你的范围，所以它一定是要一个范围。第二个 K 的话呢，它是第几大，所以你按确定哈，范围工资哈，工资里面帮我算出 K，那 K 的话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下一个条件，而且要把它用那个三米符哈帮我加起来，那加起来会需要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必须要。大于等于第三名的，哎，那我其实我只要知道什么，知道第三名的就好了嘛，一二三啊，只要那个他的薪资是大于等于第三名的，再帮我加起来，哎，那不就前三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了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所以我怎样输入三就可以了，K 的话哈、哦，是第几，那我就输入三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他会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排在第三的有这么多哦，排在第三的帮你把它抓出来，37400。好，可是哦，这个不是我们最后的结果，我们要把前三的加，因为那为什么要知道第三呢？因为呢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公式，啊，记得哦，把它剪下来，large 不要剪到等号，插入那个我们最近使用过的那个三米符。range 的话呢，你就选工资，因为要判断嘛哈。criteria 呢，就给他什么呢？给他那个刚刚那个公式贴上。哎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贴上这个，但是没有那个，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有大于、等于，有没有大于5万呢？哦，那个叙述的话，他不知道怎么帮你抓。所以他会最后抓到只有什么？只有37400。sum range 其实这边是可以不用了，因为如果你的什么判断的条件跟要加总的条件一样的话，sum range 可以空白。OK 哦，那也就是说哈，你这个地方最后还要再加上什么？大于等于，前后要加上双引号这样的叙述。哎，不过特别注意哦。你要怎么样在前面加一个这样的叙述啊？请特别注意啊，请你在前面输入双引号两个大于等于。那再来呢，特别注意哈，请你在 large 的这个函数前面呢加一个呢串接符号，OK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才会帮你显示出大于等于有没有37400。那这个主要运作的那个流程上，它会先，因为你前面是有个串接符号了。其实如果说
在 Excel 里面遇到那个串接符号哈，数字呢也会变成文字，它会自动帮你转型，转成文字。那文字呢，再跟前面的这个 and 这个大于等于，把它串在一起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大于等于37400哈。然后 sum range 可以空下来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这个范围如果跟加总的范围一样，那可以空下来。那也就是说，大于等于第三名的，哎，总共帮我加起来，按确定。好，前三就加好了。那再来的话，哈，就是所谓的后三。那有 large 的话，哈，同样会有个什么 small。所以你那个 small 哈，可以怎么样？把这边的公式啊，其实可以把刚刚的 large 公式复制一下，取消。记得啊，如果你要复制公式，要先复制，按取消哦。你不要去点旁边的话，没有取消，它会直接把公式盖上去哦。OK，然后再把公式贴上。那我需要改的地方哈，只要把那个 large 哈改成 small。然后呢，记得哈，因为我要后三，所以刚刚是大于等于，这个地方的话，请你把它改成小于等于 small，OK，然后把它打勾，好，OK。那当然哦，如果你未来希望把两个加在一起了哦，那你就直接怎么把它串在一起不就好了？所以基本上哈，最后的那个结果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啊，干脆直接 Ctrl C。在这边，然后加上，把这边一样哈，改 small，方向改一下 ，OK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把它打勾，前后三名的工资哈，它就会显示出来，加上。刚好漏掉一个啊，OK 啊，这样的话前后三名的工资哈，那就会帮我显示出来啊，其实就是把两个加在一起了哈。那最后呢，还有排序的问题哦，这个排序问题哈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把这个工资做一个排序，就我只希望排工资，帮我在这边显示的结果是。由大到小，这边是由小到大。那关键哦，其实可以利用什么？利用那个 large，由大到小。不按确定的时候呢，哈，当然范围一样给这个范围。可是我要抓的是第一个，OK。可是问题哈，你最高的公司最高那一个，但是你按确定之后，当然你要向下填满了，它只会变成负值。里面的公式，所以变成你需要怎么样，把那个里面的这个数字一，要帮我怎么样，变到九，因为它这个后面这个参数是第几大，OK，有没有帮你排？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哈，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哈，这个一到九呢，自动产生？好，这里的话你恐怕要多制造一个函数。那个函数的话，可以配合一个函数，叫 raw。这个 raw 的函数，其实它可以什么？可以去抓到你现在出这个所在的列。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，那个列号会自动增加。那如果你把这个列，这个 raw，把它放到这个位置的话，那它就会自动怎么样？帮你去找到。你要找的第几大？我想这边请各位先试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前后的三名要把它加起来的话，最后可以试一下用那个 large 或 small 把这边的工资。